想当逃兵是不是？胡说八道！一个豆大点的官，你了不起啊？管天管地，你管拉屎撒尿。等等，在这儿就得听我管，我就不听，怎么着？豆子，你去吧，但是呢，注意点安全啊！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完事快回来，听你的。罗子，去看一看。走。走。人呢？在哪儿？我就是在这点儿。听见的？你看清楚没有？可别管我啊！刚才影影绰绰，我没看清楚，但是肯定就是这儿。长官有令，功赔在前，立功机会到了，冲啊！
情况怎么样？全数歼灭，已经让二排在那儿警戒了。好，罗子，我得给你记一功。对，记特等功。真的？真的，首长都发话了，怎么能不真的？罗子，现在说你拯救了咱们党中央都不为过。要真这样啊，那功我就不要了，给谁都行。我想带黑牙子回家，行不？ 罗子，这济公呢是一回事儿，你要黑牙子又是另外一回事儿。要不这样，等我们过完江之后呢，你就领着黑牙子回去呢，跟华谷成亲，怎么样？这样可以了吧？可是我觉着，<笑>那个首长，要不让罗子跟上我啊？他呀。 看不见黑牙子，这心里边放不下呀。好吧，老钟，那我把骡子交给你了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你受伤了吗？嗯，那你怎么了？刚才忘了解手了。<笑><笑> 追黑牙子，老钟，哎，追黑牙子，没事，你这哎呀，你快去呀！啊啊！
罗德，没事吧？我还活着呢。我的娘！没事了，能叫娘啊，就说明你还活着。 这什么东西？哎，怎么样，首长？您找到没有？都找遍了，就是没找着骡子和老钟。接着找啊！是，那黑伢子身上驮着半个中央银行的硬通货呢。 哎，首长，会不会骡子知道金子的事儿，所以你不相信骡子，你总该相信老钟吧？闹了半天，让我们家黑伢子驮的是金子，哎，这一共有多少根啊？你们这东家首长，真是个大财主啊！他得趁多少钱呢？骡子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呀是我们中央银行的财产，是红军的财产。 哦，你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牵着黑伢子吗？因为你还不是正式的红军，不想让你啊担这么大的风险。哦，好家伙！我骡子活了这半辈子，我也没见过这么多金条啊！我的个娘！ 哎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捡吧，一会儿见着东家首长，这要少一点，怎么跟人家交代？啊，首长，首长，该我们了，再等等吧。中央打来电话，让我们马上渡江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苏科长，你马上组织队伍迅速过江。是。 罗子，坚持住啊，罗子！快去看看！是。快走！首长，金子、珠宝都不缺。快，先放下。你们俩没事吧？ 首长，这黑伢子给炸死了，多亏了骡子，这东西啊都是他给背回来的。骡子，能活着就好，你放心，我肯定还你一个黑伢子。 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，告诉运输队，要保持队形，不要发出没有必要的声响。过桥的时候，一定要快，不要乱。是。首长，老邱，全部清点完毕。车把式，还有马夫，一共死了78人。骡马，咱们死了34匹，所有的物资。 有一半都毁了。哎，刚才还是活蹦乱跳的人呢。哎，骡子呢？嗯。和那黑伢子呢？死了。死了？哎，那驮的东西呢？哎，老邱。 那东西是骡子，他自己背回来的。
那你们没点点，数对不对？点过了，数都对。啊，对了，咱们的运输大部队都已经过去了，那这东西怎么办？ 我来背吧，这金子啊，本来就是我负责，就是那些珠宝。珠宝这样，我再找几个战士，轮流背着过去。现在我就去找，啊。首长啊，你也没有别的选择了。 就这样吧，老苏，哎，把水壶给我，你喝口水吧。 你呀，哎，放心吧，啊，小华，到，首长，去给我拿一个空的子弹带来。是，好，我跟他一块儿去。 你先回家吧，跟着我们太危险。黑鸭子就这么死了。这里呢有15块，多余的部分是我们赔你黑鸭子的钱。拿着。啊，还有这个水壶，这个水壶呢，是我们红军恭喜你和华姑百年好合的一个礼物。哎，这个送给你。 回去路上注意安全啊！那我们就走了。老苏，哎，通知部队出发。是。东家首长，怎么了，骡子？哎哎，骡子，这是干什么？这干什么你？我活没跟您干完，这是你应该拿的。骡子，听话，拿来。东家首长。 没想到你这人是这样的，这么着吧，我帮你们把这东西送回去。你帮我们？嗯，我们这行啊，有这规矩。我师傅从小就教我，干人干的事儿啊，一定得干完喽，啊，干完了才拿钱，不迟，是不是？你拿来，拿来，骡子，骡子，拿着。听我说，你跟我们走，太危险，你把这钱拿着。不行，你这么着。 5块，这黑鸭子死了，反正你们是得赔。这水壶，花姑肯定喜欢，我谢了。这10块大洋工钱啊，咱。
咱们干完了活再咋办？哎，师傅，骡子，就这，哎，就这，就这，就这，行不？这我收了。行，你这小子。对了，骡子，我呢，求你点事儿。嗯。一会儿过桥的时候，你帮我照顾一下老钟，还有他身上的东西，成吗？行，这没问题。好嘞。后面跟上，快！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有点松啊？再紧一紧。你这沉吧，我给你背吧。哎，还是我来，这是我的任务啊。三营四营，去东边阻击敌人，大队继续前进。是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，老钟？没事。在呢，你刚才就差点被他害死。谢谢你救了我呀，老头。都给我搜仔细了啊！共党还真敢硬闯啊！妈的，他们一来，往后这仗可有的打了。班长，那边有动静，走过去看看。这么大声，这怎么办呢？你想办法把他扎起来，等追上大队啊，就有一声了。忍着点儿。Thank you.
队基本上都过完了，老钟跟骡子还是没有找到，就是刚才那只炮火太猛了，不然他们出不了我视线的。我估计他们已经被冲到下游了。这也是我所担心的，这下游是敌人的控制区，离我们的阻击战场又很近，大队必须前进，等不了他们，希望他们能跟上来吧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先走，我带几个战士留下接着找。好吧，找到他们之后尽快到通道线和我们会合。老邱，如果遇到敌人千万不能硬来，知道吗？知道，去吧。这儿也过不去，再耽误耽误咱就赶不上大队伍了。骡子，别急，再等等。咱们呢也先歇一歇，明天一早再往渡口赶啊。快，我们去那边搜索。喂，那边动静。是。我去给你找根木头棍去。都走光了，听我的。他妈的，真没人啊！保安团刁队长，对面什么人？刁队长啊，哟，李忠孝，李忠孝，刁队长，哎，大伙儿都忙着抓共匪呢，你这抓几个彝族人是干什么呀？彝族人也是共匪？瞧您说的，您这双眼睛可真毒。这伙彝族人带了一堆枪，说是自己买的，我能信吗？我合计着，这是给共匪送物资，我就把他绑来了，我得交给长官你们来定夺呀。出不去。啊，接着。
肯定是啊，又抓住咱们的战士了。这帮天杀的，不知道首长他们冲出去没有？ 罗子，你说这钱有没有用啊？钱有没有用？当然有用啊！买吃的，买喝的，盖房子，置地，娶媳妇儿。那你知道红军要这金子干什么吗？也是买吃的，买喝的呗。哦。 您是不是要买这个，跟官府干，做江山？哎，你这么说呀，也对。罗子，这红军打国民党做江山呢，那就是为了天下受苦的百姓能过上好日子，也包括你和我。哎。 我这次啊，我是不知道怎么迷迷糊糊的就走到这儿来了。嗯，我就想运货挣点钱。你将来见着别的人，你可别把我和你们红军放一块儿啊，要掉脑袋的。我，哎，罗子，你这么活着？ 不觉得苦吗？日子过得苦啊！哎，如今这世道，谁活得不苦？不过我爹活着时候经常说：“人就是命啊，自己的命自己受着，反正自己啊，把自己活痛快了，就算完。” 可苏科长说了，人呢，不能老为自己活着。不为自己活着，为谁活着？为真理活着。谁？真理。姓李的还有真理，假的理。那你按你说，就这真理。 那就说比东家首长官还大，你们这么多人都为他一个人活着。哎呀，罗子，你说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呀？反正啊，我不管他是真姓李是假姓李，他官再大，你们愿意为他活着呢，你们就为他活着。但是，老周，我够仗义吧？我陪你走几天，一定把你。 完完整整的，好好的，交到红军手里，到时候你帮我好好说说，就让我赶快回家吧，行吗？啊，哎呀，要真是那样就好了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 过了这片树林就是渡江口，你忍着点。老大，啊，记着啊，到了渡江口啊，想办法弄到枪，保护咱们自己。哎，走。嗯，来。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，红军苦战5个昼夜。 最终强渡湘江，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4道封锁线，但这也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一战。号称10万人马的红军，因此次战役而失去了5万多位战士的生命。哎呀，太惨了。
没想到我们的损失这么惨重啊！这会死这么多人，昨天还活蹦乱跳的。这就是打仗啊！那什么人？啊，那是红十字会，你没见过吗？他们呢？那是战场上的观音娘娘啊！打起仗来谁都不帮，只抢救伤员。骡子，咱们去找马强，赶快离开这儿。哎，大部队是往西走的，咱们要是抓紧点，兴许能追上他们啊！走。死那么多人，才能完成你们那个什么理儿，那个真理儿啊？那就不能大家坐下来好好聊聊？哎，要真是那样，那就好喽。谁不想好好谈谈呢？可是啊，人家是拿着枪跟你谈，你有什么办法呀？啊？哎，那一打仗，人就不是人了。命也不是命，都跟那牲口似的，你咬我，我咬你。